没有哎，他现在是要怎样？他干嘛？一家人开车到嘉义奋起湖老街，绕了好几圈，好不容易等到车位，停在旁边等一辆黑色轿车强行插队。他如果去停，我会屌他哎。排队民众眼睁睁看着黑色轿车开进停车场准备停车，排队民众气不过。摆这久啊呢？可以啊，拍谁啦？拍谁？我只拍掉啊。拍吧。没有，我拍圈，我拍两圈。我们拍三圈好不好？拜托。插队驾驶下车，表示自己先看到车位，双方你来我往争执一段时间，插队驾驶还是把车停好离开。我们八点就出发啊，来到这边刚好十点啊，车位还好啦，如果超过十一点可能就有点困难。周日奋起湖人潮不少，不管路边还是划位停车格都被停满，还有民众违规停车。车速组他也会去占用位置，公所也很努力的说帮我们再找其他空地可以供游客可以停车的空间。当地民众表示，奋起湖有100多个停车格，每到假日供不应求，相关单位已经在找适当的空地规划停车场，让民众可以顺利到奋起湖游玩，不用互相抢位。三立新闻廖国雄、陈渊嘉义报道。